所以师尊是过来人啊，师尊是过来人，这个产生的乐跟定，欲乐定，就是属于天界的禅定，属于欲界天的禅定。啊，师尊有从欲望的禅定，再变成光明的禅定，由变光明的禅定，再变成空的禅定，这是一阶一阶的。第一阶是欲乐定，第二阶是光明定，第三阶才是空性定，三层这样子分。你要将来要成就，要依照这个阶梯来，欲乐定，然后光明定，最后空性定。一般显教没有欲乐定，只有密教才有。我今天解释，就知道了。